神舟十四号，我是北京，请通报身体感觉情况。神舟十四号报告，身体感觉良好。北京明白。落点经度，东经幺洞洞度，洞五分，幺三秒。东风。东风明白。返回舱着陆。雄鹰已到达着陆现场，返回舱呈水平状态，外观检查正常。东风明白。太空失重环境对骨骼的影响比较大，包括会造成骨密度的一个下降。东风，雄鹰报告。这个使得航空员的利用耐力仅有一个小时，所以需要工作人员搬运出舱。这个和大家招手。东风，猛士报告，猛士到达着陆现场，报告完毕。东风明白。六个月忙碌而又充实的太空之旅，很有幸见证了中国空间站基本构型建成，我们像流星一样回到祖国的怀抱，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。状态也很好。再和大家招手。是的，上一次上任务还是十年之前。对，2012年。对，神九任。6月16日。真的是难忘天上宫阙，更念祖国家园啊，回到祖国的怀抱很踏实很安心，见到亲人同胞很激动很亲切，中国航天永远值得期待。谢谢谢谢。首次6个月的飞行，星河灿烂一览无余，希望有朝一日重返太空家园。